呀，是咱家小伙伴想你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生的食物。那也没熟，咋吃啊？咋什么咋？小伙伴能坑你吗？而且啊，他们都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我就爱吃的生的，不熟的。安排早饭，先给小胖来一盘生炉大虾。倍鲜呐！然后给小胖来一盘生鱼片。哎呦哇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芥末够味儿。到了中午，咱们先给小胖来一盘韩式生拌牛肉。不错不错。然后给小胖来一盘麻辣生串。哇哦啊！到了晚上，就给小胖来一盘刺身甜虾。今天吃的真是好滋味呀、啊！